据日媒三号报道，形似骰子的方形西瓜开始在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出货上市。方形西瓜边长18厘米，在特制的塑料容器内栽培而成，是善通寺市的特产西瓜。不过西瓜都是在成熟前收获，并不适合食用，而是作为观赏品供人收藏。从4号开始，四方西瓜将在日本东京和大阪销售，每个方形西瓜的价格约为1.5万日元，约合956元人民币。